第143集。楚乔嘴角苦涩，轻轻一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世间之事在于机缘。李策摇了摇头，轻声说道：我也希望你永远没有那一日，你好自为之吧。心底突然有一丝难解的哀伤，李策的身影渐行渐远。楚乔也缓缓转过身来，月光照射在他们两人之间，那片无人的白亮渐渐扩散，终于笼罩了整个寂寞的宫廷。入秋时分，夜色乍冷，李策的身影渐渐隐没在重重火红的石榴花树之中，细长的青石板小径上只余下淡淡的杜若清香，萦绕在鼻息之间，恍若冷月的清辉。密合居前的青池荷花落尽，一片乌黑的柔杂，杂草重生。秋风一起，这庭院就显得越发凄凉。楚乔一身清愁，缓步走向寝殿，风吹散了他的长发，像是翻飞的蝶，在空中张扬着翅膀，凌乱地舞着。密合居占地极广，这栋30多间的楼台高低起伏，鳞次栉尖，风景极好，可以想象当日极盛之时是如何光景。楚乔静静地走在幽静的小径上，不时地有沾花的树梢垂下柳枝，轻轻地触碰着他的眉头，绣鞋极薄，踩在青石板上略略有几分微凉。一阵风吹来，有淡淡的酒气温柔地吹进鼻息。楚乔一抬头，正见二楼水田楼台之下的梧桐树下，一名青衣男子淡漠而立，微微仰着头，目光正对着自己的闺房。谁在那？女子清脆的声音打破了寒夜的寂静，惊起青池之上的一行白露。男人诧异地回过头来，楚乔看着他，顿时一愣，竟然就说不出话来。这个人和李策的长相竟是那般的相似，在这样的夜色之中，乍一望去，几乎就是一个人。但是下一秒，楚乔就打消了这个可笑的念头，只因为他们身上的气质实在是相差万分，难以相较。男人手扶梧桐，静静地立于秋夜月色花香之中，秀美的容貌上笼着一层淡淡的月芒，清冷如丝，带着清淡的若有若无的忧郁，好似秋末屋檐上的几雪寒霜，静静地望着他，然后缓缓地皱起眉来。你是何人？光影疏微，远处的青池泛起悠悠光泽。男人的声音极为清冷，好似破冰而出的水，静静的流泻，不带一点情绪。只看一眼，楚乔便知此人身份不凡。他有礼的上前一步，轻声说道：我是住在这里的人，请问阁下是谁？那人似乎一愣，眼神带着一瞬间的茫然。他叹了一声，然后好似自言自语般地说道：哦，原来这里已经有人住了。月光照射在男人的衣衫上，流泻出一种别透银白的光泽。楚乔知道这个时候他原本该说些什么，而后转身离去，以免招惹是非。可是有些话却梗在喉间，让他不忍出声去打断那男人的思绪，只能无声地静默着，任清冷的秋风在树叶间穿梭而过，徒留簇簇之声，好似荡漾的水波。男人缓步自梧桐旁走过来，一阶一阶地踏在石阶上。台上清风徐来，吹起地上的梧桐秋叶，淡淡的灰尘飘起，让楚乔不得不半眯起眼睛，伸出素白的手遮在额前。这里背靠太清池，风总是极大的，出来的时候记得戴上风帽。楚乔微微一愣，瞬间相对而视，却只在男人的眼中看到恍若深海般的。多谢，出来久了，恐怕侍女已在寻找，先告辞了。夜凉风急，先生也早早回去吧。楚乔知道不必再追问对方的身份，即便问了他也未必会说，就礼貌的告辞，想要离去。谁知那人却好似没听到一般，仍旧处在原地，静静地望着他，声音如迷蒙的雾气。
太子很宠爱你吧？楚乔知道，他也定是如别人一般，将自己误认为是李策的宠妃，当下也不反驳，静静地施了一礼，说道：“告辞了。”可我问的话，你还没有回答。楚乔微微皱起眉来，回过头去，却见他并没有什么轻佻之意，而是很执着地等着他回话的样子。您知不知道，若是我真是太子殿下的宠妃，您现在的所作所为就非常不妥了。男人微微一愣，随即说道：“我许久不曾回宫，不知道这里已经住人了，抱歉。”楚乔朗然，不知者不怪，只是现在既然已经知晓，先生是不是该回避一下了？男人哑然失笑，点头道：“果然有些相似。”楚乔皱起眉来，说道：“先生深夜来此，言辞模糊，还不愿表露身份，若不是我见你姿态高洁，气度不俗，十有八九就要把你当作登徒子绑起来了。此时还在此流连，不怕给自己找麻烦吗？”男人愣重半晌，随即说道：“不好意思，司母故人过于忘形了。”一时忘形也无妨，只要记得及时收敛就好。这里毕竟是皇宫，殿堂极重礼数，小心点总无坏处。男人淡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微微拱手，就向密合居外走去。刚走了两步，突然又回过头来，指着高高的屋檐说道：“那里有一串风铃，被尘土掩住了。姑娘若是有时间，不妨让工人打扫一下。秋风薄凉，铃声清脆，很是悦耳。”多谢先生提醒。男人淡淡的笑了起来，眼神很温软。他点了点头，说道：“我是洛王。”月向西又移了几分，青山如浮云般轻轻拂过蒙尘的玉阶。楚乔目送着他渐渐远离，心下却一寸一寸的冷了下去。洛王，洛王。回到宫里的时候，秋穗正在支着眼皮等着他。显然李策过来的时候，这丫头是知道的。姑娘，您回来了。见到楚乔，小丫鬟一喜，腾的一下跳起身来，说道：“奴婢准备了莲子汤，姑娘喝一碗再睡吧。”手捧着温热的白玉汤碗，楚乔却突然失去了品尝美食的兴趣。他抬头问道：“秋穗，你知道洛王吗？”秋穗一愣，微微皱起眉来，说道：“姑娘怎么问起这个呢？”“没什么，只是随便问问，有不方便的就不必说了。”“哎，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只是……”店里明明没有人，小丫鬟还是左右看了一眼，然后伏在楚乔的耳边说道：“这是宫里的一段丑事，大家一般都不敢议论的。”楚乔挑眉：“丑事？是啊，洛王爷的父亲庐山王是皇上的叔叔，当初皇上登基的时候，庐山王不知什么原因得了疾病去世了。据说皇上年轻的时候比如今的太子殿下还要胡闹，他当时不顾满朝文武的劝阻，冒天下之大不讳的强娶了自己的婶婶。两年之后，王妃给皇上生了个儿子，也就是当今的太子，皇上就将王妃立为皇后。听人说，册封皇后的那天，朝中的老臣有八人一同死谏，撞死在凤鸣台上，就这样都没让皇上改了主意。二十余年独宠皇后一人，中宫之位固若金汤，无人可以撼动。也就是说，洛王既是太子的皇叔，又是太子同父异母的亲生哥哥。庐山王死得早，皇后当初嫁过来的时候，洛王刚刚满百天，就跟着皇后一同进了皇宫。二十岁之前一直是在皇宫里和太子一同长大的。天哪！楚乔低着头轻轻一叹，想起那个衣衫朴素的贵妇，不由得一阵唏嘘。太子和洛王当年就是在这座宫殿里一同长大的吗？也不是。秋穗微微咬着下唇说道：“太子和洛王当初都跟着皇后住在千华殿里，这座密合居是福公主的寝宫。”楚乔眉梢轻轻一挑：“福公主？福公主不是真正的公主，是镇国公慕容老将军的孙女。慕容一族是我国的军方大族，
慕容老将军一生报国，所生的四个儿子都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了。慕容老将军也在最后一次北伐战争中血染疆场，当时叛徒作祟，大夏的军队攻破了白纸关。当时大夏领兵的蒙月下令抗杀我国的30,000降军，为了保护全城的父老，已经六旬的慕容老夫人带着四个儿媳妇率领慕容一族的家族军与敌对抗，拖延时间，终于等到了边镇援军。但是慕容氏却在此一战中举族覆灭，家族的子弟兵当时护着11个家族少主逃亡，等到见到帝都城门的时候，已经就剩下4岁的福公主一人了。皇上褒奖慕容一族的忠勇，就追封慕容老将军为镇国公，慕容老夫人为一等华容夫人，几个儿子全被封侯，而福公主也被册封为张仪公主，养在宫中，和太子洛王等享受一样的供奉。这一段话说来简短，可是楚乔却听得暗暗惊心。这慕容一族也可以说是当代的大宋杨门了。他听得入神，就问道：“那后来呢？”后来，秋穗咬着下唇，默想了一会儿，才小声说道：“后来福公主就死了。”楚乔一惊：“死了？”福公主和太子殿下同年，自小玩在一处，皇上和皇后有意赐慕容一族殊荣，不计较他家族的没落，于是在太子殿下和福公主17岁的那年亲自为他们赐婚，封福公主为太子妃，家族上奉皇室宗庙。楚乔静静地听着，心下却不以为然。慕容氏一门忠勇，虽然整族没落，但是在军中却拥有无可替代的影响和号召力，福公主嫁进皇室也算是对皇室的巩固吧。可是后来就是大婚的当日，福公主却上吊自尽了。什么？楚乔顿时色变，皱眉问道：“自尽？”“是啊。”秋穗面色也有些苍白，低声说道：“皇家的诏令上写着是福公主因病去世，但是秋穗自小长在宫中，却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当初太子迎亲的马车已经到了密和居，太子殿下穿着一身大红锦袍，手捧着蔷薇彩珠，兴高采烈地跟在礼官后面进了寝殿，结果却没看到福公主，众人一下就慌了，四处去寻找，最后还是太子殿下第一个找到了福公主。大家跟着跑到后殿，就见福公主一身嫁衣，头悬3尺白绫，就挂在窗外的那棵梧桐木上。夜风吹来，带着浅浅月华，冰冷刺骨。太子殿下当时大叫一声，就昏过去了。我当年跟着娘亲，是迎亲队里的小花娘，母亲和其他宫廷姑姑急忙跑去把福公主放下来，我害怕的往后退，一下就绊在一块石头上，摔倒在地，哭着叫人，却一眼看到石阶下的石榴树下，洛王一身青紫色长袍，脸色白得像鬼一样，静静地站在人群之后，眼睛通红地望着那株梧桐树，一言不发，拳头紧握着，好像要捏出水来一样。秋穗眼睛发红，轻轻地抽了抽鼻子。后来，所有迎亲队的礼官、宫女、姑姑都被秘密处死了，我当时因为还不到9岁，才得以幸免。娘亲死去之后，我就一直在宫里伺候，可是从那以后就见不到洛王了，只有每年皇后生辰的时候，他才会回宫一次，也很少外出。我听人说他被发往眉山了，说是带天子守灵，一晃眼这也6年多了。楚乔缓缓点了点头，只觉心中一阵抑郁，又是一桩宫廷秘史吗？他已经见得太多了。其实太子殿下以前不是这样的，都是福公主死去之后才日渐消沉，姑娘没见过福公主，那真是神仙一般的人，不但身份高贵，对人也极好，性格很是温柔，我们当年这些宫里的小女官没有没受过她恩惠的，只是没想到那么温和的一个人，最后竟然有勇气走这样的一条路。楚乔淡淡摇头，那样一个满门忠烈的名门之后，怎会温柔如水？恐怕骨子里流的血都是沸腾滚烫的。他是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只可惜他当年没有自保的能力，并且也没有托付给一个有能力保护他的人。
秋穗听着似懂非懂，楚乔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道：秋穗，你喜欢皇宫吗？第144集。小丫鬟有一瞬间的迷茫，她喃喃说道：我也不知道，我娘亲是宫廷里的女官，被太后指给文史馆的馆正爹爹，后来生了我，我生来就在这里，从来没出去过，见惯了各宫的娘娘夫人们争宠欺诈，一生见到的两个不同于他们的主子就是姑娘和府主子，奴婢也说不上来喜欢不喜欢，可是不论喜不喜欢，日子不都是这么过的吗？楚乔微微一愣，随即轻笑道：你说的对，不论接受与否，日子都得这么过，因为没见过，所以只能选择安于现状。他低下头，轻抚着小丫鬟的头，说道：秋穗，外面和这里不一样，你可以大声说话，可以大步走路，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只要你工作，就可以得到报酬，就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在外面，连风都是自由的。小丫鬟有些迷茫，她喃喃地问：那我早上不想起来，想睡懒觉，也没人管吗？楚乔失笑：当然，不过你要被扣工钱的。哇！秋穗突然兴奋起来，一把抓住楚乔的手问道：姑娘，燕北就是这样的吗？是吗？楚乔看着他，那眼神那般悠远，远不像是一个17岁的少女，好似透过了秋穗看到很远，看到了燕北的青青牧草，看到了洁白的羊群，看到了圣洁的雪山。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那样的，因为我也没有去过，可是我跟你保证，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变成真的，所以你要好好活着。楚乔站起身来，望着窗前那棵枝叶茂密的梧桐木，想起那个一身青衫的落寞男子。梧桐万里路，连朝雨不息，下一世不要生在帝王家了吧。第二天一早，护送马车的辗转车炉声就惊碎了清晨的好梦。楚乔没有惊动任何人，收拾简单的行装就上了那辆马车。铁油对着楚乔一笑，说道：姑娘，天冷了，马车里有干粮，你还没吃饭吧？楚乔点头：多谢你了。铁油显然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憨厚一笑，说道：楚姑娘在大夏干的那几场仗已经成为讲武堂上课的范例了，我儿子很喜欢你，整日念叨。楚乔看着男人微微一愣，问道：你儿子，你今年多大？铁油笑道：我今年25，我儿子11，我14岁成亲，刚刚又得了一个女儿。楚乔暗暗咂舌：14岁，李策说的不错，这里的风果然是很大的。楚乔戴着风帽，撩开马车的帘子，只觉风声呼啸而来，恍若风车。清晨的阳光带着金黄色的温暖，洒在整个金武宫里。那远处的楼台水榭、巍峨宫廷，好似一场繁华的迷梦一般，渐渐远去。浮云款款，浅浅相依，满园桃色，飞红柳绿，怀抱着一汪清澈碧水，雾气迷蒙间透着皇家的祥瑞。大理石广场上一片幽静，只有这一辆马车在清晨的晨光中缓缓前行，透着斑驳的影子。楚乔抬起头来，仰望着天边的浮云，想起李策斜杵在海棠树下的眉眼模样，眼神渐渐迷蒙。欢行白日星，朝东暮还西，但愿你真的能这样。马车渐远，终于隐没在重重宫阙之中。无法起早的李策此刻正站在拔雀宫的一处假山上，那假山极高，上面遍种青竹，清风吹来，微微而动，山上有一座竹亭，匠心独运，造得十分精巧。李策一身青绿色长袍，头戴金冠，手持一支紫笛，横在嘴边，几次想要吹奏，却终不成曲。天上浮云淡淡，笼罩着下方的万千楼台，还有远处的一行车轴，拉起了淡淡烟尘。一蹒跚男子快步走上假山，
面色是少有的凝重，沉声说道：“前殿早朝有事，您快去看看吧。”李策转过头来，脸上再无方才的清淡温和，他为他的复杂性和各方势力面对此事的态度，注定了此事在日后成为了最大一件无头公案。史学家们众说纷纭，甚至成立了不同的学派，终身翻查典籍，想要拂去历史的灰尘和迷雾，看清事实的最终真相。然而这种想法注定是不现实的，因为就算是在当时，能够真的洞悉一切的人也并没有几个，就连处在漩涡中心的当权者也是随波逐流的观望试探。但是却无人可以否认，正是那一日所发生的一切拉开了殿堂太子大婚的序幕，随后一场腥风血雨洗劫了古老的唐京城，好似一场闹剧般，以这样乌龙的方式将多年安逸的江南百姓们拉进了西蒙大帝这出大戏之中。很久之后，西门本纪上记下了这样一段血泪斑驳的话语：九月初三，大夏八公主赵纯于宫外寝殿之内被人奸污，死者于死前高呼燕北大同之口号，夏唐两国相继哗然，一时间灭燕北之呼响彻大江南北，横扫整片大地。空旷的国子大殿上站满了殿堂的文武百官，唐皇李益州高坐在金碧辉煌的重重暗影之中，年过五旬的帝王显现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苍老，须发斑白，皱纹深深，一双眼睛细长的早已没有年轻人的锐利和力气，好似深渊古井，悠悠地反射着外面一切探寻的目光。一名七旬儒官跪伏于地，大声说道：北虏胆大包天，无视我大唐天威，以区区一弹丸之地蓄意挑衅东路正统，若不以雷霆之力加以训教，我大唐国威何在？我大唐军威何在？我大唐有何面目立足于西蒙，立足于三国之列？此言一出，众人争相应和，却见一名年轻的官员出列，言辞恳切地说道：大夏此时正与燕北开战，微臣以为我国实在不宜贸然加入。那名七旬儒官顿时大怒，勃然喝道：薛昌龄，你生生不宜出兵，到底有何居心？我殿堂立国千载，何曾受到如此奇耻大辱？一旦此事在大陆传开，我国将如何立足，如何自处？你一味袒护燕北，可是与燕北私相授受又不可告人的往来。陛下！一声哭嚎声顿时传来，另一名白须老臣高声呼道：如此奇耻大辱，亘古未有，先祖开国历时千载，以德政立国，以孝廉治朝，以儒道平天下，以教化服四方，堪称一国之首，何曾被人如此挑衅？此风若开，我大唐颜面扫地，愧对友邦，国言羞耻啊！薛昌龄上前一步，激动地说道：皇上，大夏公主被侮辱一事疑点重重，我们不能只凭大夏官员的一面之词就倾国之力参与到他国的内乱之中啊！大胆奸佞小人，于国子大殿上还敢胡言乱语，一国公主的名节何其重要，宫廷即兴已经艳名震声，大夏八公主刚刚与我大唐定下婚书，如今在我境内甚至是国都之内被人侮辱，我等难辞其咎，若是不给大夏一个交代，要如何收场？难道只凭你薛昌龄三寸不烂之舌所言的疑点重重吗？罗大人，下官并没有说不对此事加以惩办，下官只是怕我们操之过急而落入有心人的圈套之中。圈套？齐将军冷笑一声：什么圈套？圈套就是燕北害怕我们与大夏联姻，妄图加以破坏，我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可是却也不能杜绝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若真是燕北所为，他们为何要在临死前高呼表明自己的身份？这样不打自招的激怒殿堂，对燕北有何好处？罗大人冷哼一声说道：大同死事行事向来癫狂，怎能以常理度之？齐将军身边的一名少将说道：说不定他们就是为了迷惑我们，让我们怀疑是嫁祸之举，大家看，薛大人不就怀疑了吗？薛昌龄怒道：军国大事自然要考虑周详，怎能一句不以常理度之就下结论？
下官在朝为官，领着朝廷的俸禄，自然要将所有的情况都考虑周详。是吗？本官却觉得薛大人已经考虑得够周详了，再周详下去，大夏的边将军可能就要打过来了。徐参将，你陛下，中央军30000兵马整戈持弹，愿为国一战。陛下，血战还要血来偿，下命令吧。多年未战，老将的刀已经生锈了。陛下，臣等40请求一战。整座大殿密密麻麻地跪满了殿堂的臣子，只有薛昌龄一人孤身而立。年轻的官员脸孔涨得紫红，气得嘴唇发抖，却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殿外突然传来一声吊儿郎当的嬉笑，众人顿时回过头去，只见李策一身青绿华服，头戴金冠，腰环雅带，狭长的眼睛好似狐狸一样，一边笑着一边走上大殿，满不在乎地笑道：今日的人好齐全，连柳阁老都来了，有什么新鲜事吗？怎么是西域送来了宝马，还是南丘又进贡了美人？人群分水般两撤，李策带着孙俪昂首从人群中走过，再下手佛袍下跪的：儿臣起得晚了，给父皇请安。略显苍老的声音在上面缓缓响起，唐皇淡淡的：这里的事儿你知道了吗？这里？哦。李策恍然大悟，面色顿时怒了起来，一下站起身来，怒声说道：简直欺人太甚，儿子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满朝文武们生怕这个标新立异的太子又有什么新花样，此刻听他一说，顿时心花怒放，连忙附和道：对，简直欺人太甚，太子所言极是。李策怒气冲冲地点头说道：大夏连送2名公主，第一位不修妇德，第二位不守妇道，给我戴了顶大大的绿帽子，简直岂有此理。父皇，儿臣觉得大夏对和亲一事毫无诚意，我们还是把他们的公主赶回去吧。儿臣觉得怀送的长公主不错，据说她还有个妹妹，也是个美人。全场顿时一愣，年过七旬的柳阁老顿时悲呼一声，几步上前跪拜道：太子殿下，此事万万不可。李策回头皱了皱眉说道：哦，有何不可？大夏2次送公主前来和亲，可见其和亲的诚意啊。如今大夏公主在我国境之内受此大辱，我们若是不追究燕北的责任，定会被千夫所指，被万人唾骂，被八方所不耻。如今之事罪在燕北贼子，不在夏国公主，望殿下明鉴呐。李策轻轻挑了挑眉梢说道：哦，你说的也有道理。柳阁老擦了一把额头的冷汗，长出了一口气：太子殿下受命。李策为然道：既然这样，父皇，儿臣的未来妃子被燕北侮辱了，儿臣虽然不才，但是也不能坐视自己的女人被人欺负，请求父皇发兵燕北，儿臣愿意亲自领兵，誓将燕北灭于刀下。此话一出，满堂皆欢，众人兴高采烈地相交互望，眼神中无不透露出巨大的欣喜。太子顽劣了这么多年，没想到关键时刻还是有一国之君的风范，殿堂大国就是应该拿出这样的气势。另外，父皇，儿臣还有一点小小的请求。夏皇微微皱着眉，却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示意他继续往下说。李策侃侃而谈，一身锦衣华服，朗然站在大殿之上，剑眉星目，俊美童蔼，高声说道：既然八公主已经和我定下婚书，就已是我殿堂的子民，儿臣希望可以拒绝大夏共同发兵的要求，区区燕北弹丸之地，只要给我10万精兵，生擒燕洵，剿灭燕北余孽，儿臣不在话下。众人一听顿时一愣，可是还没说出话来，李策的重磅炸弹就一个接一个的袭来。另外，从我国出兵燕北，沿途要经过大夏国境延绵万里，儿臣记得我们的军队最远曾到达过真皇，当时动用了30万大军和200万民夫，如今虽然军队数量不足当时一半，但是路途却极远，所以请求户部为我征调300万民夫、20万匹战马，
20万配套的兵器战甲，还有御寒的棉衣，随行的衣冠、伤药、马匹的草料，粮部筹集30万担粮草，以供北征军所用。